今天来个红烧牛骨髓。看着特别有食欲，牛骨髓来更新了。这玩意儿就一口香。两口油滋滋，这是脂肪颗粒，鸡蛋糕是咬不出来这种脂肪颗粒的。买丢了。里边还有这个呢，牛骨髓。
牛骨髓。大鱼大肉吃腻了怎么办？那必须安排上咱家的手剥笋呢，清脆爽口，解腻去腥，鲜嫩多汁，能吃辣排想辣等泡脚，不能吃辣排那个老烫。开整，真嫩的这水，来来来，小嫩芽，等等。